你好。你好。今天吃这个墨西哥饭，第一次，可以开了吗？好。哎呦。这是什么呀？那个说吧，是不是？说绝。这是蘸料哈。不错。那刀嘎嘎的。什么价位？不用告诉你价位。哎呦呦，这得拌吃是吧？不是吧，是要拌吗？这是什么？它这个辣，这么辣。锅巴。给恁拿六点哈，放心行了。这太贵了吧？还是弄点炒点菜，弄好那个浇在上面，炸了点那个，就和咱这的煎饼果子似的。这是墨西哥辣椒圈，别害我。它这个辣椒就和那个东北那个泡辣椒似的，有点酸辣，不错不错。味道很好。Yeah, 我吃着有点辣，明明我不能吃辣，这是什么？土豆泥吗？沙沙酱不是沙拉酱？不是沙沙酱，西红柿做的。哎呀，我吃了就给我一种什么感受？喝点白酒就好了。来，太刺激了。喝点这个哈。哎，这是墨西哥饭，我有这种感觉。给你。第一道。什么饭也不比中国饭。那再刺激一下来。我都改了一个了。这个可以拿。这个是卷饼。不用了，这一看就那个卷饼。不是这个怎么吃啊？要面筋切还是？这是什么馅的？牛肉馅。面筋吗？什么馅？牛肉馅还是什么馅的？多。这里边加点葱就好了哈。那我给你加这个，要不要？不。我来。好香，好吃啊！来切吧。麦子真好，真教着我了。这好吃。看，别吃吃，真好。这个也辣。很辣。二倍就好。太辣了。看清楚了。我吃不了。好辣。没点别的蘸料啊。太辣了，我真不能吃啊！我就这个样吧，太辣了，把我嘎达的给我弄起来。我把这个给你吧，一会儿排的时候给他，他都拉出汗来了。或者吃下一个。不错，就不知道价钱怎么样。这一回吃完了以后，五十来块钱没了是吧？泡泡了。这是什么里边？香菜、西红柿。肯定有辣的。然后肉什么的，调的馅，猪肉馅，这些我都能做出来。那泡没泡了是吧？看下一项是什么，该吃什么了。能不能不吃，你把它放一边去。开始是吧？开始你也说没开始行了，我想还等两招，看里边都有什么。这里边有芝士，一看有芝士里边。辣椒，他们墨西哥我就发现离不开辣椒哈。真有辣椒。有没有墨西哥这个拳击刀这么好？但他们有点刺激哈。
是。啊，你不是你吃完了不到全筋都行，这个火往哪往哪发泄？嗯，真不错。这个咋个行？这个我挺喜欢吃的。看看。嗯，这个行。里边是芝士。嗯、辣椒芝士。这是什么火腿肉有？哎，蘑菇。不错。这顿饭我考虑了，这一块儿，光这一盒就得100块钱。哎，太刺激了，太辣了。你光吃行了。嗯，我别说了。哎，辣出眼泪了。还有一样。啊，不要紧。辣出汗来了。嗯。嗯，我喝个椰子汁吧。嗯。说话。来来喝。这个辣不辣？嗯，这个辣不辣？辣，有点那个川菜的感觉。嗯，你就辣就算了。我先去缺一样东西，人都是麻，啊，觉得厉害，麻去了。我对象吃完了，快下一下了。墨西哥人吃饭手没有筷子，他们就下手哈，这个菜也没有洗。我就做饭的，这个没有事。这什么东西？麻烦，这不是墨西哥的煎饼果子吧？啊？那刀切切。嗯。然后就我看啊，怎么切？切小一点。切。切小一点。这个不用往上捏了哈。这个吃吧，就在那个。这种吃法我会吃，墨西哥离不开地方哈。这个炖出来也有做的，里边的菜多，很下色。你看我会吃，它一点都不了。嗯，把酱油要就撤了，酱油。嗯，他们这个饭也是，就搭配的吧，比较这个均衡。你看里边什么都有。这五六样东西啊，嗯，不错。不过他这个吃了以后吧，打拳击行，这个能量上去，真的是能量上去。你就知道打拳击，你不能放下了，这一放下就开了。嗯，对，嗯，干杯。哎，真好。Salud。这路都是干出来的。哎，这鱼不能吃了，我看光吃这个行。这个不辣。嗯，这个一点辣没有。这个餐都挺好的。它这个肉不是中国割来的是吧？又挺辣。没挺。啊，别挺，我在吃中高兴的时候了。你吃完以后把这个放在这里不要了，挺好吃的。嗯，不错不错，但是不能常吃。嗯，这个东西不错。嗯，一会儿再来吃哈。嗯，你不吃了。它这个量挺大的。嗯，这个饭很好，基本上达到要求了吧。来，不知道花多少钱买的哈，报来报一下钱。一共不到300。啊，300块钱吃这碗饭，辣椒贵是吧？哎，这头春节别点了哈，吃个外国饭吧，行，挺好的。不管好不好吃，就让你尝试一下嘛，最起码你知道你吃过。你想象的好。浑身要发汗。我吃不来，我感觉有点辣，因为我不能吃辣。比我就吃这一次，就不想再吃了。比起这个川菜来吧，这个辣还是一般吧。在中国来说，吃辣，这是一个中等以下的，嗯，不是很辣。
哎，辣成眼泪了。我喜欢吃的就是一盒四个那里头那个。我也爱吃这个，带米饭这一种，嗯，除了价钱贵，应该可以，价钱高的，这一顿饭应该带这个100块钱左右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这个饭，这小花虫子的话，年轻人可以吃，嗯、像我们这个年纪。不再吃第二次了。这个饭不，1:5左右行。哎呦，他真能抢，我都没法说了。你看哪一盒吧，哪一盒？你闭嘴！芭蕉叶，别叨叨。哪一盒完了是那个？他的心在肚子。一是价格有点高，而且这个我们这个年龄应该就尝一次，真的就不再吃了。我还可以，就是言必有的吃一次可以。耶、yeah ，拜拜，再见哈，谢谢大家关注哈，拜拜，再见了哈，下次我还会来的，下次吃完还挺快哈，太难吃啦，不要再吃啦。Thank you.